电子书包学习全攻略，跟着课文跑。孩子在学校到底学了什么？课文里的生字会不会念？能不能明白生字的意思？来看看针对训练吧。针对训练，先来看拼音写字。这里可以根据从课文中学习到的生字拼音写出正确的生字哦。快来试试看吧。这是乐。再来，这是花。这是跟。我招手一起走到校门口。做完了，提交检查看有回答正确吗？错了一个。好吧，这里还有变字组词，这里可以考考孩子的组词能力。跟可以配什么词呢？啊哈，从跟从，这个跟可以组成本根本。提交检查答案。答对了。下一题，到迟到倒立。除此之外，知识拓展这里可以加强孩子对生字的认识哦。如果有不懂的生字，还可以按曲词来查找，有发音点的一啊点，笔画笔顺，造句，还有一些组词给你参考。只要多看多学，学好华文并不难。留守吧大马Lisa的 FB 或 YouTube 频道，以了解更多关于电子书包的学习内容。